软件安装，软件安装首先呢，咱们打开软件包，潘尼尔四，点开，咱们点击安装文件，双击，这会儿呢会出现默认盘符，咱们可以装到任意一个盘符，咱们暂时装到 F 盘，对吧？点击安装，出这个。如果出现杀毒软件可疑，咱们点击允许本地操作即可。然后呢，咱们关掉，可以在界面上看到相应的图标。在哪呢？这儿。可以看到相应的图标。嗯。对吧？然后呢，咱们可以点击我的电脑属性，属性硬件设备管理。在通用串行里面有一个 SSA-5000 比较面积分析仪的驱动，如果它显示是问号的话，咱们点击右键更新驱动程序，从列表指定位置安装，下一步选择咱们的安装包位置即可，也就是刚才咱们是装在 U 盘里面，选择 U 盘的这个位置，这个文件夹，点击确定，然后下一步即可。